花魂定定在世之前，食君红露，担保君忧。智秀亮在太平城地界，尚在陈友谅不应该攻打你来。阿爹为着要保护百姓，却被陈友谅擒拿回转离去。陈友谅虽然英雄笑英雄，但可是人伫咧讲忠心不服逆主，所以阮阿爹毋肯投降，才为国所来牺牲。日后阿娘含辛茹苦才我长大成人，我只好我训练功夫，然后要甲阿爹同款做三流的好男人。想讲哦，这久无去找阮迄个同学安尼，找迄个上难要伫咧开讲，若无今天读册记笔，来去因倒的所在，接触外面佚佗就是来去。哦，你离开哦。嗯，只剩这个头脑门命咧。啊，无我跳咧，来做弄毛。你哪会歹甲我应啊？你好狂迈吗？我都无在遐弄出去啊！你跳落来。啊，不是，你个已经死死的啦。他会讲话啊，歹听啊！两个人弄到一个人弄无共款，啊，我知。你用钱弄会好，你食饭拢白使。用心，难料正崩了。海龙，他们被拍开，代表我，咱要逃走离开，咱要干
哇
恁两个人叫做什么名？蒋南佑、华伟。南佑、华伟、南佑、华伟、南华、南华、南华。小妹大哥，今日南华是咱个人个名，好哩啊！今日南华，我会得交代。听着南华，记着南华，就爱听，在我之前，我给大力开。我们来唱一首《乡村情》。来，放。